全程可以提问的一个 QR code， 所以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现场提问。我们今天的演讲方式是属于互动式 Q&A 的模式，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提问，然后来跟我们的政务委员来做一个互动。好不，我爱你。掌声，在这个要回答三个政务委员，谢谢。可以，不要担心。那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荧幕上已经有很多问题了啊。那这些问题到底怎么来的呢？就是有一个 QR code， 那用就是 LINE 加朋友那个界面就可以扫，任何 QR code scanner 都可以扫。那如果刚好就是扫不到或者是没有带手机，只有带电脑的话，那也可以手动接入 slido.com。然后再输入7018，请同学要输入。那不管是用扫码或者是手动贴入，都会到同样一个聊天室。那这个聊天室有两个特色，一个特色是说别人问的问题你可以按赞。那所以如果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你也想问的话，就不用重新再输入一遍，只要按赞就好了。按赞的数量比较高的会浮到最上面，那浮到最上面我就会先回答。那最新的问题就是追问啊，会跑在右下角。那所以如果你觉得就是有任何这个想法，哎，我就是好比像说之前常用来做程序动力，好比像说冷气不够冷啊什么之类的，就可以就用这个最新的问题来回答。那我们今天时间大概有1小时20分钟左右，那中间应该是不休息，那所以中间就完全是以各位的问题来当做今天讨论的一个基础。那其实我没有准备什么简报，但是按照大家问的问题，我是就会调简报出来。那这样子应该 OK 吗？如果没有手机也没有带电脑的话，那可以考虑举手发问，或者是就是请旁边的人帮忙输入，然后顺便拉点票，这样好。那我们就开始了。有七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哎，想请教我小时候如何面对不被认同啊？那其实我想，我小时候因为读过三个幼稚园嘛，然后六个小学，然后一所国中，到国二就辍学了，所以就是有10年的时间念了10所学校，所以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被认同啊，就转学了。对，那好处是说都不用做暑假作业了，因为他暑假就换一所学校。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就发现说，其实学习主要还是自己的事情啊。我小的时候对好像说人工智能很有兴趣，对网络社会学很有兴趣等等，但这些课本上面都没有嘛。所以我非常感谢，就是我当时的国中校长顾明校长。当时我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研究者，那我也做中小学科长，做人工智慧，结识了很多研究者，但他们都很愿意把他们的论文发表在网络上，甚至还没有被期刊登载的，我们叫做 preprint， 就是还在研究中的草稿，也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写了很多 email， 那他们隔着 email 也不知道我在14岁，不知道我英文其实很糟糕，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查字典才写出那样一封信，但他就把我当做另外一个研究者，所以很快就开始研究。但是我就告诉校长，那时候我就把 email 印出来，告诉校长说，诶，校长你帮我说，我一定要念高中念大学，考了什么 GRE， 去什么国外的什么当什么博士后，我才能跟我最喜欢的这些教授一起做研究。并且人家现在已经在跟我一起做研究了，可以说是超前了10年的时间，所以我看不出什么理由啊还要继续这样子升学。那校长就很认真看，然后他就想了大概1分钟，然后他就说，好，我支持你啊，你明天就不用来学校了。那所以我一直对那个公务体系的创新有非常高的信心，就是这样。因为当时是还没有实验教育的三法的，所以其实有超过入学条例的情况下，我去学校每天都要罚钱啊。那所以校长当时就等于是瞒着教育局了，跟他说我每天都有去，但是其实我没有去。不过现在就是那个史公园登载不实分的追溯期已经过了，所以。但是就是说有人就是愿意在体制里面撑出一个创新的空间，那其实就在当时的学习方式并不是主流的方式。一个现在其实从小学城市设计，在网络上面加入一个城市设计的社群，然后去做创作什么，现在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各位的小孩其实现在都在这样子做。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非主流，它不是说跟就是当代是完全脱节的，只是说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在用这样的方法做学习。那因为我学的是城市设计嘛，资讯科学是很适合用这样做。那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到艺术文学创作甚至各位所专长的企业管理等等，现在非常多事情都是
是透过网络就可以做的。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人都非得透过网络做了才去世界其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同辈人同学的设置是说就是未来是透过你而来临，但是还没有均匀的分布，但随着时间过去自然就会均匀的分布，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就是示范的一个就是 pilot 这样一个精神。所以就是平常心就可以。那有13位朋友想要问说，这个三倍是一个可能有点打坐姿，其实三倍犬，犬是一个刀，三倍犬的力量，我自己的评价是怎么样啊？当然，就是三倍犬，我们的目的，这个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欢迎黄龙和慈禧号最温暖啊。那为什么最温暖？当然就是我们当时有去想说，哎，这个如果是中央收入管一些弱势的朋友的话。与其是让他去都去排队，那别人都要拿1000块出来，他不用拿1000块出来啊，就马上他排队前面后面的人就知道他是中一手入货。那不如说我们自动会1000块到他的户头，然后上面注明说也可以去换3倍券啊。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就跟所有人一样是拿出1000块。那当然他也可以学我了，我是用中华邮政的那个 Visa 的感应式的提款卡，但是其实同时又是信用卡，是用刷3000领2000的方式，让我拿2000。有捐出来了，捐给了40%义工文教基金会。那我想就是刷3000领2000，我们当时最早就是只有这个版本，但是很多朋友提醒我们说，哎，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只有有钱装设 POS 机的朋友才能够去当时发酷碰券，在酷碰券上面获得赠金。但是事实上，就是越大规模的、越有装这种 POS 机的，其实它在疫情期间反而相对不受影响。越没有这些 POS 机的，它比较是可能是夜市啊、摊贩啊等等，就是它是在有群聚的地方，它去那边摆摊的。那当然，因为我们避免群聚嘛，所以它受到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如果完全只走酷碰券的那个模式的话，就会变成是说，需要振兴的，可能反而比较没有振兴到。那然后电商啊，或者是这些大型的这个连锁店啊，反而比较被振兴到的情况。那后来我们也从善如流嘛，就了解了大家的这个想法，所以后来就去印了一个就是纸本的3倍券，给大家另外一个选择。那又因为这个台湾人权促进会提醒我们说，如果你的那个券号是就是明码，就是放在那个透明信封也好，或者是用一个塑胶袋装的也好，那可能就是让人会觉得说，哎，我消费的时候会不会追踪啊？那重点还不是消费者，是那个摊商啊。就会觉得说，哎，我平常没有怎么在缴税，会不会收了这个就要被查税啊？那我们又要为了这个告诉大家方面，不会因为这样被查税哦，营业税是按照地产品计算哦，跟这个三倍券一点关系没有，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信封去把那个券号遮住。那所以你在超商也好、邮局也好，其实你领的时候那个券号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你摊上也可以放心的去使用，或者是他去进货的时候去给他的这个上游厂商使用，这些都很棒。但是这个信封设计的非常的精美，非常有纪念价值。当然就是想说，哎，我里面的券花完了，我这个信封可以留着，来纪念就是我们提早防疫成功进入振兴阶段，迎接全世界各国。所以说大家都去订那个有纪念价值的纸本啊。我们本来设计的这个数位啊，就比我们预想的订阅人是少了一些。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内部会的时候也说，我们要赶快数位绑定的，我们就印一个唯一的雷射的防伪的贴纸给你，然后上面有这个就是防伪的那个标签，完全比照就是那种防伪贴纸办，然后让你可以贴在你的不管是就是像悠游卡、一卡通那样子的票证上，或者贴在你的手机的壳上，或者是贴在你的这个金融卡上，这个金融卡上面。那这样子的话呢，哎，让你会有一种就是非常 empowered 的这种感觉，就至少我有一个有道理的纪念品嘛。不过我跟中期出这个主意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多出来那个准备的钱都已经就是给这个中央印制厂去了，他们要补印那些纸本，所以来不及印这个贴纸。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别的券，我们有地方券嘛，这个农游券嘛，客庄券嘛，还有那个体育组的叫什么董资券啊，动资券，那就是运动券。那这些还是会是数位先行，那也比较有机会实验。我们之前上就是之前讲的，在特定的店用，不管是正扫、反扫的这些数位支付的方式，那三倍券，我想就是让大家尤其是比较没有编号的、没有税籍的或者没有 POS 机的这些朋友，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振兴的活动来。所以我自己的评价就是，这是一个就是集合大家各种不同的立场，到最后到一个大家共同的价值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也是呈现出我们不会像其他的那种百家鱼体，就是去说好像政府政委也好，或者是主委也好、部长也好，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事实上是大家的声音进来之后，我们就顺着大家的想法去调整我们的这个方式。
所以就是这样子吧。那我们就是之后如果要继续推就是行动支付的话，我们会继续跟其他加盟的部会然后地方政府也好在一起推哦。那果然就有一个追问哦，追问是说对于张老师你的批评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回应啊？其实我想这是一般性嘛，就是说我们像今天早上嘛，邮局其实邮局非常非常的顺，那然后在大概九点多的时候有就是稍微塞车，那他们马上就切换到备援线路。那大概中间这个 switch over 只花了五分钟，那这个五分钟其实是我们反复磨练不知道多少次，才换来说你可以就是从就是主机跳到备援线路的时候只需要花五分钟。我们在口罩2.0刚上线的时候，那时候花了好像接近3小时才能够切换到备援的线路，所以我们每一次就碰到这种塞车的情况，我想我们的反应速度都有加快了。那但是也是要靠大家就是持续的给我们就是新的一种想法，好比方说像文化部的地方圈就学习到我们的这种就是之前先到先赢，大家感觉上是都会去抢啊，所以才会第一时间有一些塞车的情况。那跟排队实力的排队一定是先到先拿到，这个没有办法嘛。但是像文化部今天就开始大家可以下载的叫做地方圈，就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先报名，那报名完之后如果超过那个额度的话，我们还要公开直播抽签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没有人去抢那个第一秒钟，果然就非常顺利，从头到尾也没有塞车的情况。那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买票的这样子一个习惯，在台湾大型演唱会什么五月天啊之类，为什么会就是瞬间流量扩大塞车塞个不管是五分钟或是五分钟，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个先到先赢感受了。但是如果慢慢切换成说，像这种其实你任何时候拿到没有两样，那超过限额的话就是用开抽签的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的话，相信之后也会变得更好。那也真的很感谢就是社会上面的朋友们不断提供我们更好的机制的设计啊。那有13位朋友希望我念出说欧群科技在哪里好喜欢群创加值的我们来这个格言是哪里来的？有13位朋友想问说，我们要接受台湾的标准教育，传统教育是否适合未来社会，如何改变？那其实我自己也是我们去年上路的声音未来新课纲的课程发展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可以说是我对于知识内教育的想法已经放到课法会里面了。那当然很感谢，就是从潘部长就是目前非常具体的在帮助就是所有的学校去找到他们调整到适应性课纲，从小一这个国一高一开始去翻转这个教学的 default。 就是在以前我们预设的想法是说国立编译馆是由上而下的，他来决定我们的课程要教什么，要看哪些课程时间怎么样。那各个学校尤其是国小阶段几乎都是就是国立编译馆的执行者，大概就是这样。那国立编译馆改组成国教院，然后我们加入课纲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就是说我们不是由上而下的去要求每个学校做什么，而是每个学校它因地制宜的可以跟在地的这个产学的链接来结合，可以去做地方创生的活动，可以去关心在地的这个社造的活动等等。也就是说是把学生在学习的时候的这个经验去融入他当地的这个社区，不管是经济部门或者是社会部门的工作。那这样的好处是说小孩才比较有可能他在学习的过程的时候说他学这个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他是为了他整个社区，那这个社区的文化的传承才有可能在他比较小的时候扎根的，让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扎根。然后他到大学的时候，他当然是发展个人的兴趣，所以他就会想说他学以致用是让他的这块土地嘛变得更好，而不是完全是集中在他个人身上。因为如果完全集中在个人身上的话，很容易有个人跟个人之间彼此竞争的这个情况，好像说画画的跑道嘛，跟这个分析名枪棋嘛，总是有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三名以后的人都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无差一等啊等等。那但是我们现在做法就是说，不是啊，每个人有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你就是在起跑线上一转身就往你要的那个方向跑，那你就赢在起跑线上，因为没有别人跑这个方向啊。那但是你跑到那边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年龄、各种不同地域的朋友们都想要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好像说怎么样做到循环经济，达到一个企业碳排，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他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对所有人来讲，他都可以透过互动来到共同的价值，而不是说好像在那种线性的考100分、90分那样的方式去人跟人之间做彼此的竞争。因为人跟人之间在团队里都是彼此合作的，是团队跟团队、文化跟文化、国家跟国家，可能没有彼此竞争，但是人跟人之间，人类组成人类组，主要还是合作的。所以以前的那种就是竞争型的教育，
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他把这个competence 就是一个人的素养跟就是团队的竞争 competitiveness 这两个概念有点混为一谈。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创业必须要是有一个生态圈嘛，必须要是有一个就是大家上游下游的公司，就没有办法单打独斗，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人公司能够完全不靠生态系就做出任何事情来哦。所以人跟人之间怎么合作，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目前新课纲上路之后，有看到教师跟教师之间跨学校也开始有共同备课啊等等的社群。那么跟实验教育这边，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自学啊，团体自学、机构自学，或者是社区大学啊、其他中心教育等等大学的上社会责任啊，大家都可以去融入到目前国家的中心教育来，所以就不需要像我当年一样，就是从体制教育一下就跳到完全实验教育的这边。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光谱，就是说你可以大部分是自学，但是你还是运用学校的资源，或者你运用学校的体制，但是透过这个校本课程加深加广等等，你自己按照你的兴趣去编辑。所以在双方来讲都是比较有弹性，而且可以是因地制宜的，让那个当地的朋友们一起去参与学校的课纲会的研拟啊。那有师位朋友问说，台湾数位货币的发展以及未来生活的想象。那台湾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你要发币之前，你不用问过金管会，也不用问过我，你只要发币就好了。我们是按照这个 Civics Monitor 这个人权团体我们是亚洲唯一的，就是任何一个创业家跟部长其实是有相同的话语权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因为国家要发展什么，然后所以就说其他东西都不准发展。那你还是可以去倡议，你还是可以运用最新的像分散式账本啊等等的技术去不管是像什么拿物币啊，或者是这个地方强会发行的地方币啊等等这些，你都可以去运行你自己的经济系统。当然更不要说 PPT 的 PP 啊，那个已经非常非常久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台湾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一个新的数位货币你要发行并不是那么困难，你不管用硬币要跟新的币对齐，或者是你是一个浮动币用以太坊或什么东西当做基础。但主要的台湾人想要问的就是说，它有没有让生活更便利，有没有更 inclusive， 就是让社会上更多人被包容进来，本来没有能力去银行去开一个账号的，或者是他在授信上面受到限制的，好比像说18岁的学生啊等等，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些新的金融科技而变得就是他更容易累积他的信用，而且更容易取得这些数位金融商品。但如果有的话，好比像说我们的 FinTech Sandbox 就是金融会的金融沙盒，就算你一下子是就是违反目前的那个风险管理的规则啊、办法啊等等，就是是违反法规的，那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在沙盒里面去实验个大概一年，那这一年里面你答应说把你的就是资安啊、各自保护啊什么都做到最好。但如果真的就是大家到最后市场不喜欢这个概念，那我们都就是感谢你帮大家付了学费了，就有点像是反向的乐透，就是一个人损失很多，大家都学到一点点。但是如果大家市场是喜欢这样子的主义的话，那金管会就会直接把你的这样子一个风险变成他们的新的这个法律命令，等于是说你帮金管会创造了一个新的法规。那所以除了这边还是要有一行这个小字提醒，除了就是洗钱以及资助恐怖分子这两件事情不用实验，因为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外，其他的各个部分任何法规都可以透过这样三回实验方法来挑战。那挑战的结果如果好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是社会常规。那这样结果是不好的话，那至少我们可以学到一些，而且它的人数、它的地方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风险。所以我想未来生活的想象，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透过 social innovation， 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共同创新，然后呢，来达到我们的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就是说我们透过数位的方式，先透过数位化，然后数位的优化，然后最后达到数位的这个创新。数位是为大家的生活服务，而不是说大家的生活要调整去配合我们这些写程式的人，是我们这些写程式的人，就像刚刚讲到的三类圈层资本的，在领取方式、在使用方式等等方面，都是大家觉得这样子可能最不满意，但是我们比较能够接受，总比排除掉这个绝大部分没有 POS 机的人要来得好。那我们理解到这是社会的共同认识之后，我们再用数位技术去进行的这个过程里面，把流程优化，而且让大家比较不需要去付出那么多时间成本。那所以还是一个 norm first innovation 啊，就是让大家在这个社会上面先达到一个共识，好像说自驾车怎么进来，自驾船怎么进来等等，不是来帮助社会的，而不是说只是因为有这个技术，我们就一定要运用这个技术啊。有十二个朋友问说，台湾的产业就是现在早上软件部分在产业都无法深入，觉得要如何解决？台湾其实也有做一些这个 business 的软体嘛。我
我们有那个趋势科技圈 Micro， 我们有 APR，有很多就是 B2B 的部分。那但是当然就是大家最有感的就是自己手机上面 2C 的那个部分哦，就是觉得说，哎，为什么都没有台湾的这个公司哦？虽然我们现在有个策略嘛，就是运用像数位三倍券，数位三倍券其实是可以用在一些电商。那这个概念就是出门消费，就是你只要到最后可以出门的，你就可以用数位三倍券去刷那个电商。那当然计程车你一定会出门嘛，你会雇一个计程车，然后只是帮你载货，这个也有点太昂贵了。所以你只要预定计程车，你就可以用数位三倍券，但是大家最常使用这个就是数位三倍券的场合之一。那所以呢，我们就后来就接到一个这个成型的新的就是Uber 这家公司，因为它其实已经设立一个台湾的计程车行，大家可能知道 Qtaxi，然后也跟就是皇冠啊，像还有其他计程车行去合作，所以它有这个派遣。但是因为它的收单的就是处理金流的资讯流的那一部分，之前是在国外，所以呢，因为我们是看着特定的代码，就是说收单行是谁，它如果是国外公司。那对不起，这个数字有权就没有它使用，但是你可以去用别的车行的叫车的软体，那些都可以。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Uber就告诉投审会说，好了，那我们愿意设立一个台湾公司来处理金流，我们就变成台湾公司好了。那然后投审会也很快的就是把它核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 leverage， 就是说光是数位三倍券，当然还是就是100多万人，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就是到底他要拿Uber还是拿别的这个计程车，就可以让一个国外的电商落地，然后变成这个台湾的公司，然后再就是我们台湾本地去招募 R&D 的人员，不是只把我当做一个市场而已。但是大家发现说，哎，这个越来越变成一个趋势，就是说国际的公司像Google 啊，或是微软啊，或这些，他们都不是只代表他们当成市场，可能他们也了解到说，这个太平洋的海缆啊，这个两岸关系，太平洋两岸的两岸关系，现在是就是非常的良好。那海缆本来要到香港的，也不到香港的，都知道台湾。那所以有大量的就是本来他们的 SKU 会设在香港，或者是他们的金流的处理会设在香港，这些朋友们现在就移到台湾来。所以我想在软体的部分，当然你说 HTC 的就是某一个做手机的那个应用的部门被 Google 买了之后，它到底算 Google 还是算 HTC？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做出来的 Pixel 到底算什么呢？但是它至少可以让我们这边的软体的从业人员，它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嘛，它可以加入在台湾的，但是是跨国。这个公司他可以自己在这边创业，他可以去整合我们目前非常棒的这个硬体的产业链。那他透过软体设计的方式告诉大家说，哎，你的就是光学元件啊、声学元件啊、感测元件啊等等，你透过怎么样子的方式，也稍微 reconfigure， 就是稍微去改一下，哎，忽然间一个无人载具就这样做出来了。所以就是透过软体来调动我们硬体上面这个实力，而且你做软体的时候不用大老远就去硅谷，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愿景。那目前你去硅谷。也是关在家里吧，那所以反而在台湾还能够面对面的开一些会哦。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接到很多就是硅谷的朋友，他甚至还要专案，就是跟经济部去申请，比如他在那里先做一个抗体检验，来台湾还是关个5天，但是剩下来的9天，就是看能不能这个他关注的地方要稍微大一点，当然不可能跑到街上了，来成为防疫的破口。所以我想，我们目前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国际的这些软体大厂，他们每次只要看到他的软体要落地。是应用情境的落地，或他为了这个软体去客制化硬体等等，那他都会优先的运用台湾这边的人才。那我们也因此可以吸引到国际上非常多的人才，我们的那个就业金卡已经可能快要发到1000张了嘛。那最近才有1100多张的朋友有一个台湾金卡俱乐部啊，包含那个 YouTube 的创办人嘛 ，Steve Chen 啊等等，那他们说。跑来找我，然后就说他们这个从来没有觉得那么爱国过。那但是事实上，他们国籍很多都不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那么爱国呢？就是因为他们到了台湾之后，发现说，哎，这边真的是可以让他们去做他们戏骨式的那种创新，而大家是支持他们的创新，是 early adopter， 而不会变成好像就是他们去不需要单打独斗，他们这边有非常好的生态圈嘛，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帮忙把他们本来的团队，不管是在就很鲜明，美国挖来台湾，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早期的软体创业家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征兆，就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我们硬体的这个 advantage， 然后跟我们去运用这个 advantage， 去让恰当的运用硬体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朋友们都能够愿意来到台湾。有12位朋友们，有12位朋友们这个响应大会的一个动议，说手机请关静音或震动，感谢。不过我看。
大家都已经关心，因为震动了，所以啊，就放在这边就有一个告示牌的作用。有时候朋友们想要问说，当一切都资讯化年代，国家的自然个人权益的保障如何互补跟化解之间的冲突啊？当然，国家自然跟个人权益保障是相辅相成的，从没有听说这个你要为了国家自然牺牲个人权益，或者为了个人权益牺牲自然，因为自然是这个一切的基础嘛。如果这个网络层大家都没有办法相信，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运用的话，那当然更不要说在上面所加起来的这些公共服务，也就没有什么个人权益可谈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大家肯定也知道，就是在通讲越拉战略的时候，以前自然都是好像是被编在那个资通讯数位里面的一个分支嘛，但是在我们这次特别把自然就是拿出来变成他自己的一个产业，那这个是很有象征意义。像我们在各个部分里面，我们在资通安全法通过之后，都会有自然的专职人员，但是他们之前都是放在类似像资讯的这个体系底下，但是我们现在也正在花很多时间去试着说，把自然这个拿出来，然后变成自然自己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后来都发现说，自然这件事情其实跟资讯是不同的事情。我们学资讯、学数位科技的这些朋友，是配合业务机关的需求去节省他们的时间，降低他们的风险，增加他们的户型。但是资安呢，其实比较像是阵风啊，就是说有人拿过来的时候，它主要是要跨部门的去协调，去赶快告诉旁边的类似的这个机关说，有人正在打这边啊，很可能他在他们别的地方也有潜伏啊，也有 APT， 就是他们立刻就要变成一个影像的联系，然后写字就是作战这样的情况。平常没有人打的时候，其实每天都有了，但是就是没有打的这么厉害的时候，让他们还要自己扮演红队嘛。跟民间的朋友们一起合作，那在别人这个渗透之前，就自己先试着渗透。但是白帽黑客跟黑帽黑客差别就是，白帽渗透之后是会告诉你的，但告诉你之后呢，我们和防守方又可以向他们主动去学习，他们怎么有创意的去找到这个系统里面的破口等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专门的执行，让我们已经确保说我们所有的就是通讯预算已经跨5%到7%出来，专门就是给自然使用。那在未来就是还会再扩大，就是不会放在资通讯预算的这个 bucket 里面，而是放在总预算里面，在别的平台的数到新的数据上的那一笔钱。所以一方面是培养我们自己的产业，那二方面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 Made in Taiwan 不一定是完全是个别看得到的东西，也可以是一个自然联防的系统，是一个 process。就像我们这个国防部战队从工具机生产一路到我们的这个分销啊等等，这一整套 process 也可以说是 Made in Taiwan， 这也是我们可以输出，也可以去帮助其他国家一个部分，就好像爱沙尼亚或者以色列那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完全是互补的，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冲突。那大家都是自然的国家队的一份子，就像大家要就是用肥皂洗洗手，然后用酒精是一样的道理。大家都有这个责任去就是用比较这个强的密码，大小写至少都要有。那或者是说用两阶段的认证，就是不是只打密码，而是说你还要收个简讯啊，还是用什么验算啊。如果你有用过我们三倍券的平台的话，你可能知道说我们三倍券平台是你要先去健保快易通开健保快易通登录这边之后，它产生一个6位数的认证码，然后你再拿过来去三倍券的平台用。这是当然是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但是这可以确保说你不会一个密码走天下，就是一个地方被攻破的时候其他地方都被攻破。那我想这些最基本的素养啊，就是刚讲的阶段认证啊，比较强的密码啊，软件的定期更新啊等等，这些大概就是跟戴口罩的需求是一样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子良好的习惯的话，那我们个人权益就可以受到保障，而且自然就比较不会出问题。有11位朋友问说，如果真心券改以现金直接拨款至各纳税人的账户，是否会更节省社会资源？当然会更节省社会资源了，但是如果你去问就是那些没有POS机的摊商说这样子对他们有没有帮助，10个大概都有10个会说没有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中低收入户就是说是朋友真的就是1000块放到他的账户，但是这1000块如果他后面没有一个换3000或者是刷3000领2000这个动作的话，那说真的会想起来的人并不多。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很难去告诉大家说，你只要拿1000出来，那政府加2000嘛，一倍加2倍等于3倍嘛。那但是像超商啊 ,7 全家对不对，都各加了1000，所以就会变4倍。那但是如果是一些就是夜市啊，或者一些商圈啊，有时候加到5倍啊，或者是好像
这个买房子是什么投期款可以变成50倍哦。Anyway， 总之是大家有非常多行销的这个方法了。那所以我们政府毕竟这个是举债来的，所以我们自己当然是希望这个起到一个杠杆撬退的一个作用，就是你拿钱出来，我们拿钱出来。但是我们会加在一起，希望所有的商家都拿超过1000块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一起创造这个经济的乘数效应，就比我们自己举债完全靠政府要来的大。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所以最后还是要看主计总数，在这一整个结束之后到年底，我们才能够统计看说，哎，这个杠杆效应到底存不存在，是不是真的有乘数，这个乘数放大到底是多少等等。那因为我比较不是中地经济学家，那个是龚明星老师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最后会怎么样。但是我是很建议说大家就是把这个当做，尤其是会有南澳信封的朋友，当做我们提早进入振兴阶段领先全球的一个比较庆祝性的一个喜事啊。这就是为什么信封要印成有点就是喜帖的那个味道，那然后就尽可能去振兴经济。那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其他人都还在纾困阶段的时候，台湾已经抢先进入了振兴阶段。有时候可能想要知道说，如果跟意识形态不同的人共事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对事不对人嘛。共事就是大家一起要解决一件事情。那意识形态不同呢，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可以理解到说，这件事情需要被解决。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来，好比像说，我们之前在就是处理 Uber 的这个案子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非常这个市场右派的朋友们觉得说，哎，这就是自由市场啊，为什么交通必要管理？这个在路上面的营业车的总量呢，虽然这是公共建设，但是如果越多人投入的话，那你应该盖更多的公路啊之类的，就是说有一些非常这个右派的想法。那当然也有非常就是左边的想法，认为说没有啊，这个保险啊、纳税啊、纳管啊等等啊，这个关于社会公益啊等等，那这些是必须要由政府来做一个把关的，那不然的话，难道不是对所有其他进行这些不公平啊等等？那当然左边右派这个已经吵很久了。那但是呢，我们就是透过这个 AI 的方式去请大家去分享自己的感受。那每个人的感受都分享出来之后，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对于绝大部分的议题都是同意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之争可能只占就是5个小点而已。那但是绝大部分的纳税、纳保、纳管等等事情，在看左边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是彼此同意的。像当时我自己也2015年的时候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不管他那个驾驶有没有职业的驾照，那个乘客应该要有意外险。我们不能设计一个规则变成没有任何保意外险的这个保险业者愿意去保这一趟，那这样子乘客的权益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哎，我们就发现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啊，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这个想法。也就是说，纳税、纳保、纳管这三件事情，大家后来就发现说，确实大家就是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那计程车是不是一定要漆成黄色？没有一定要漆成黄色，有时候车牌是黄色也就可以了。那是不是一定说都要用一定的费率调整？哎，也不一定。如果下大雨啊，或者是说它的车型特别好，也可以乘1.几倍哦。这个大家也都是同意的。也就是说，乌龟它确实带来一些创新，这些创新很好。那但是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创新应该是所有的营业者是共用这些创新，而不是说政府去管这边，但是却放在那边。那只要公平，大家就没有意见。那所以后来，当然我们就是不管是同样关系也好，或者是就是纳保也好，所有这些现在大概都已经解决了。那现在当然他们甚至连金流都愿意设在台湾。那但是我们如果当时就去吵什么是共享经济，这个算不算共享经济？什么是平台经济？这个算不算平台经济？等等这种非常大灾问意识形态的问题的话，可能现在还在吵。所以我觉得就是就事论事，处理这个很特定的一个状况，找到大家不同的立场，但是稍微比较共同的价值，其实可能比你想象的多。那我们就是先把这些共同价值变成法规的命令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虽然这个张副长不在现场，但是我觉得是张副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绩，就是在贺晨老师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已经把这个法规把它一致化，但是张副长非常成功的让Uber就是跟各地谈判的过程里面，Uber觉得台湾这边我们的共识已经非常强的形成了，他除了跟随我们社会的共识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他就变成了台湾公司。我觉得这是张副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绩。我们有12位朋友问说，面对这个大陆王军的敌意啊，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力啊，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啊，就是反攻的意思啊？我想就是首先当然王军这个词有各种不同的意思了。那这边这位朋友这样子用，我想意思比较是带风向的意思了。
代工上确实 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在台湾，我们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所谓的幽默辟谣嘛，就是说，每次都会有梗图来出现。当然，如果大家有看，包含我们这个创业部、文化部，尤其是培训署，而且还有外面有很多别的单位，培训署还有什么舰队分署、什么其他分署，都是非常有梗。那它的概念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就是有敌意，那但是我们在地的朋友都要就是分享这个敌意的话，它必须要先让人觉得义愤填膺，让人觉得愤怒。好比方说之前就有说这个卫生纸很快就要没有得买了，让人非常愤怒。为什么？因为卫生纸的原料都被国家征收去做口罩了啊。那当然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口罩是敌意，就是塑料，就是塑化原料，这个跟那个卫生纸是纸浆嘛，是完全不一样的啦。那其实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是一看到这个，他不会先去想后面的科学知识嘛，他会只是先非常直觉的啊，对，这个卫生纸要买不到了，非常令人愤怒，愤怒，愤怒。但这样子他就爱分享，因为分享的话，愤怒就会变成自我平台了，他的感觉就会稍微好一点。那其实我一人在愤怒而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R 值是可以去计算的，那也有一些什么网络温度计啊什么，真的去算的这个 R 值，所以那一次的这个 R 值可能是三，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看到卫生纸快要买不到的，都会按分享，然后分享给平均三个人，所以那就会一乘三，三乘九啊，就乘27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就是散播。那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放任不管的话，那就是 R 等于三啊，如果是以一天为单位的话，我们放任不管到第三天、第四天了，它就指数成长了，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处理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所谓的2220，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要推出两张梗图，每张梗图都要少于200字，那就可以让人在 LINE 上面看到这样子一个谣言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在你的图库里面找到一个梗图可以回去啊。那所以当时的这个梗图，相信大家都就是有看过，那就是我还是再次提醒大家这张梗图啊。这样的图就是说，无论你再怎么会喝啊，我们都只有一粒茶橙啊。OK，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用途，因为它就是又有文字游戏啊，就是再怎么会囤囤嘛，对，然后它又有这个包装，这个包装就是一个卫生纸的包装嘛，然后它又有料，就是里面这个表格，那也是真正的科学事实嘛，就是纸浆是南美来的，不止是台湾自己做的。那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增产从一天500万到2000万片就造成纸浆的短缺哦，绝对不会。而且呢，他还说，哎，如果你是故意，就是你已经明明知道是这样的还散播的话，那这个是属于太大的行为。但是他们最后也找到一开始散播这个谣言的人呢，好像是就是卫生纸的起挑商嘛。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笑。那R值可能是5左右，但是就是每个人看到之后都会分享，然后平均一人分享给5个人，所以大家一下子就会看到这张梗图。那看到之后，他就免疫了，因为你在脑里面看到的东西，如果笑出来，这个快乐的情绪是人分开没有办法定存的。那所以你再看到那个卫生纸啊，就是买光了什么之类的都没有嘛。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去散布那个不实的谣言，也不会再去把纸浆跟布织布混为一谈。所以那个卫生纸之乱，当然也非常感谢就是经济部的机关局的朋友，那时候假日还特别去调货车啊，调各种各样的。确保说，对，我们在这个生产端能够及时得到所有的配送的，就是销售端可以看得到。那大家眼见为凭啊，就是实际去全联看到很多信息，那当然就不会就是再去传闹不实的谣言。但是那一波我们就度过了。那在之后，马上就卫生纸之乱，之后就是泡面之乱啊，然后就各种各样子的就是谣言又散播。那泡面之乱的时候，那张梗图大家也还记得，就是院长就打开一个仓库，然后说货很多，尽量买。就是这样，然后呢，在他的那个 FB 底下，就很多地方政府来留言说不要只吃泡面了、啊，还要配青菜啊，配什么在地的农产品啊，营养才会均衡啊。之类的，就是一下都变得很欢乐，有点像农业家庭化那种感受。但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即使有再多就是恶意要来洗风向的朋友，其实他就无能为力，因为大家看到泡面，就想到的不是短缺，想到的是说你要配青菜。然后很多尽量买，因为我们的储备量是非常够的，所以大概就是透过像这样 humor over rumor， 就是MEP 啊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那我们在网络里面是不是稍微啊？
好，那目前看起来有一个问题说对目前蔡政府完全执政的绩效是不是认同，是刚好一个问题。当然 我自己是跟很多行政院长合作过了，我自己是2014年年底的时候加入内阁嘛，那当时是蔡玉珍委员的专职委，所以当时还是毛世国老师的时候，那到后来当然张先正老师，然后林权老师、赖新德老师，那现在是民航副院长，那所以我不想。对我来讲，其实我并不是觉得说我在特别替哪一个政党或者是哪一个政府工作，因为我同时还在国外创业了。我现在也还是就是像纽约的那个非营利组织 Ready for Exchange， 我同时在创业跟就是以太坊的发明人这个 Vitalik Buterin 也在经营 Ready for Exchange。那所以这件事情而且是合法的，因为我没有领薪水，但是非营利组织而且又拿了薪水啊。但是就是说我是蛮斜杠的，就是同时在很多个专项领域，我们台湾这边学到什么东西我就分享给纽约，那纽约那边有什么新的东西，平方投票法啊、平方投资法啊，我就拿回来这个台湾这边使用。那所以对我来讲，我并不是特定的为就是某一个政府或政党来效力，那我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全球性的，就是去试出一些新的，像刚刚大家看到一些 AI 的系统，让大家共同利益可以达到共同的价值。但是我没有特别觉得说是在哪边才能够运用，那但是台湾当然是把这个运用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特质嘛，就是说我们同时有左派跟右派的系统在良好的运作嘛。你刷信用卡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嘛，刷健保卡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嘛，然后在很随便的社会主义，这两套逻辑都非常稳定的在台湾运作。台湾这个就是学教育嘛，学习嘛，然后健康嘛，就是医疗的部分啊，这个真的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部分。那我们也都了解到说，在台湾任何地方有人失学，或者是说有人没办法取得医疗服务，好像是所有人都是就是不是局外人，所有人都要帮他忙。但是在别的领域啊，在刚刚讲到的金融啊、这个创业啊等等领域啊，那就完全是就是市场经济加上资本主义。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很灵活的，我们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就特别去否定掉某些这个社会诱因的这个方式。那我们在发口罩的时候，像当时口罩实名制，就是大家在药妆店跟便利商店里面可以买三天嘛，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说你在其他买的时候有没有卡在那里待满三天，然后或者是待二天之后就跑去 OK 再去买三天，下午四个都要一定都要讲，对，因为最近跟他们四个都做很多。那在这个情况下，当然大家就会问说，那你不是用数位的方式最简单吗？只要你说你只能用记名额的卡或者是行动支付才能够买得到口罩，那是不是瞬间就解决了口罩实名制的问题？而且事实上，我们是想开发出来的。但我们开发出来之后呢，当时听起来副院长就是学公共卫生的朋友就跟我们说，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你如果去算你不用记名额卡、行动支付等等有支付习惯的人，最多就4000多块五千。那如果只有4000多块五千人拿到口罩，那这个口罩就白做了。就是跟没有发口罩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必须要到人口的7000、7000多到8000，这个R值才能够往下降，它才因为双方都要戴口罩才能去杜绝传染嘛。那所以一个很大的会场，但只有10%的人戴口罩，那就完全没有什么必要。那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就往后延了，然后就变成就是在药局，然后是实名制，而且要排队，那一开始拿排队真的是很辛苦，那药师啊更辛苦。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说，超过7000的人都拿得到。那最后两成人一分析，他上班时间非常非常快，所以到他下班就是因为药局开了，我们再把本能拿出来，然后变成他可以在24小时的便利商店去进行预购。那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想这个是后面是就是相当关，然后是每一个之前曾经执政过的行政院长，其实都是在这种就是平衡左右，然后去照顾到最多的人是弹性成长的这样子的概念上面。那苏昌院长也在。是上一次的院会也就是两天之前跟我们说，其实就是每一个这种大规模市场像建筑啊等等，他其实都是历任各个院长以及团队的成就了，所以他不会觉得手上到他手上就全都是他的功劳，市场也都是应该肯定。所以我觉得我是蛮肯定这样子的概念，就是每一个事情在之前的前流基础之上，那甚至我们现在发在劝很多想法，包含跟中央医师上很多资
做完的，确实也是当时这个消费券的时候的接下来的经验，就是我们在上面再加上一个六一设计的这个概念嘛。那说不定消费券好，说不定我们不好，但是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体验，而且也可以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分享。那英国目前也想要比较我们的这个方式啊，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些创新在国际上面其实是非常多人在看着，非常多人效法的啊。有二十位朋友问说，两位可不可以跟我合照啊？那应该是可以有一个大合照啊，就是通常都是坐在这边嘛，然后从这个舞台上面这样子拍过来，或者用一个全景的这个扫描，这样子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式。如果一个拍的话，因为我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行程，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嘛。那有十二位朋友想要问这个谢东宇老师的问题，就是台湾的中小企业如何加速推动自动智慧化的实际推动的一个执行力啊，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们讲这个智慧化或者说数位转型，它大概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俗称电子化，我现在也是我们有一项数位化，就是 digitization， 就是你本来是用纸的东西，你把它变成数位的，你不管是用分打的，用这个 OCR 扫描的，用任何其他方式，想尽办法把它变成数据的资料。但这是比较辛苦的一个部分，因为很多的制程、很多的做法等等，大概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调整过来，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你要分打两套系统啊。那但是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就是主事者 commitment， 像我就是他的决断嘛，就是他的他的坚持。好比像说我在加入行政院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会巡回这个全台湾嘛，是办公室是全世界嘛，那所以你如果电子公文给我的话，那我就答应说，如果你是透过就是电子交换，那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收到嘛，像 email 或我们自己下的分送这种系统，那我半小时一定会，如果是紧急的事情的话。但是如果是纸本公文的话，就要在我台一或台四回到行政院，我才会批那个公文。那所以大概不到一个月，所有人都用电子交换，没有人在这个传纸本公文给我。然后像我记得当时，因为跟我共同创业，就是我刚加入的时候，我是从每个部会可以有最多一个人嘛，在我办公室，那 SEC 的那位朋友印尼叶三十，他就说，他之前的那个主委，他们是实际好是主委，他就为了要推动 SEC 内部的这个 digitization 啊，数位化。他就是说，如果我开会的时候你给我纸本资料，那我就当做这个资料不存在，但是必须给我电子资料。那事实上他比我更那个一点，因为我纸本公文还是一个礼拜批两次哦，他其实公文不批哦。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大家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主委自己都是全电子化的情况，那所以大家都必须要就是在资料收集的时候，公文编辑的时候，等等，就被迫要使用数位化的方法。那只要就是所谓上行下效嘛，只要最重要的这个决策的这个主管级也叫做这个省层级都这样子做的话，其实这个就会很快过。那如果你自己的习惯还没有调整过来，那大家也知道你习惯还没有调整过来，因此都要准备两份的话，那其实这一关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过。那这个过了之后，你就可以从数位化到数位优化，就是 optimization。因为当你累积了这么多资料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做植物流程的检视嘛。我们在社工里面叫植物流程再设计啊，植在就是去看你的工作流程里面有哪些它的结构比较简单，输入比较简单，输出比较简单。那每个人来做，可能都没有什么价值判断，而是只有它的时间和精确度的差异。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人在做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像工具人的。那在以前没有数位化以前，你好像好像非得这样子。可以有数位化之后，其实呢，你就可以有机器学，就是去 shadow， 就是去看你的每个操作反应等等。假以时日，市场常常很快，它就会学习到这个判断的原则是什么，那它就可以帮你自动化这一部分的作业啊。那这个是数位的优化，就是它的流程可以变得比较快，可以节省大家多的时间。那大家空出来时间要做什么呢？那当然是去进行创新，就是确保说，像我们健保卡本来是纸本嘛，然后在澎湖县试办嘛，然后整个台湾到最后就变成 IC 卡，那应该是2013-2014年的事情，也是因为一场疫情加速这个数位化，因为那时候澎湖率先采用 IC 卡，那上起来的时候，他们这个通报就变得比较有效率，那所以常常这种大的流行病是数位化的推手，那所以我们就当时马上把 IC 卡完成了，那完成之后就是数位化的部分，那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优化，那像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健保快医通啊。大概有400多万人有安装的嘛，那你在上面立刻就可以看到你最近一次就医，不管是就是中医、西医或牙医哦，那它给你什么诊断，可能什么药，甚至你的什么 X 光片啊，什么都可以进入下载到你的手机上，然后再去进行更多的分析应用。但是至少它可以节省
就是重复解释、重复跟打针的这个时间。那在健保快通里面，大家有时候也会看到那个医师的诊断代码，可能有时候会提错啊，比方说之前就有一个新闻说，R9阿鼻过敏啊，被提成R99，这个不明原因死亡，所以一个礼拜就R99三次。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大家用健保快通订口罩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会去看医生的诊断代码。所以现在就是说你订口罩的时候顺便看一下，然后就会医生也会发现说，哎，这个是好像家庭联络部一样，他可以跟你直接沟通一个管道，那就优化了这个流程，去缩短就是医病关系的这个距离。那你在这个基础上面，哎，这些都已经优化了，就可以开始做创新。好比像说，像之前在离岛嘛，在应该是兰屿吧，就是有一个护理师嘛，那因为家属要求后送，但是天后不佳嘛，他一直升级就发生了意外。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就是健保快医通、健保健康存折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他们就提了一个案子，叫做总统 Medical 送的案子，那他们组一个队叫做零时差队啊，就是没有时差的队伍，就是零时差队。零时差的这个队伍呢，他做的事情就是，每次他后送的时候，因为判断要不要后送是阳明学院的朋友，那他可能 major trauma， 所以他要后送是某个外科医师，那他就用一个三方会诊的方式，让在地的护理师或医师能够跟这个决定要不要派直升机的认识的专科医师三个人共同视讯，然后一次就调出这个个案在各个不同的院所的这些资料，帮他们检查资料，那他们也可以远端的去告诉这个护理师或者医师说，你们要去做怎么样子的操作，而且这些都是在家属的面前发生。那这个话我们花了三个月，也是像是一个沙盒实验一样，因为当时这是违法的，护理师当时只能在医师在旁边的时候进行操作，没有人说他可以在医师在旁边的荧幕上这时候进行操作。那但是因为我们在总统黑客松的时候可以去做这样子一种有点挑战性刑法规的实验，那他就发现说，哎，在地的护理师是真的因为这样的关系比较愿意留在当地，因为重症他们才能够学会怎么处理嘛，不然的话每一件事情都后送，他们没有来累积当地人对他们的信任。所以这样子一证明可行之后，他们就获得总统黑客松的冠军。那我们的冠军奖杯每年颁出五个啊，它是一个台湾的形状，底下是一个投影机，投影机只要一打开就会投影出蔡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也就是这是一个神主牌了，就是你花三个月做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在接下来十二个月就会变成国家政策。那所以我们还真的就为此而修法，那现在远距医疗部分护理师助产师都可以在远距的医师就是嘱咐之下去进行这些操作。那卫福部也变了足够的预算，所以不只是离岛，现在超过100个偏乡离岛原住民这些地方都有这样子国防会诊的能力。那我们现在5G 的时代嘛，所以接下来在救护车上面应该是高一在跟屏东，就是我们本岛中的离岛恒春啊，在实验那样子，就是后送车在救护车上面就可以用5G 去做一定程度的处置。这个在台东也有类似的这样子一个提案。那我用这个来当例子，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些天马行空的创新的这个多方会诊、5G 手，这个在救护车上面等等等等，这些是建立在已经有一个数位优化的，就是健康存折以及各院所之间交互这个我们叫 data fabric， 就是一个资料层的这件事情上。而这个又是建立在大家一开始愿意放弃让身份健保，完全只用 IC 健保卡来进行这个登打上面。那所以这三个步骤你很难跳关。那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领导人旁边等的，就是一开始的这个数位化，后面的大概都有生态圈里面有做过类似事情的朋友可以来帮你。那有14位朋友想要知道说，请问如何利用数位的模式来提升观光产业的来客数啊？尤其是由传统产业转型的观光工厂，例如像台湾博物馆、卷木森博馆以及白兰氏健康博物馆啊，那这个大家都了解到说，只要在上面打个字，就是我就可以业配了，而且是录影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事后还会被不断播放啊，所以这个很高兴台湾博物馆、卷木森博馆、白兰氏健康博物馆的朋友提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确实，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时代，一方面就是我们要促进国旅啊，这个振兴这部分，这个刚刚这个就是我们部长有很多想法，而且也做得非常好。那但是如果是不是传统上面已经知道你的这个地方人到底要怎么样透过别的方式，也能够知道说，哎，原来有一个台湾博物馆，有一个全部在后来有一个白兰氏健康博物馆，这个其实就是outreach 就是能够打破你的同温层去进行传播的一个工作。那我是在就是刚入阁的时候，文化部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就建议他们去跟科技部合作，去做一个 PPL
TAL， 就是台湾数位模型库。这个是蛮厉害的，就是就是从这个菊园百货啊、皇都旅游中心、红楼、台中火车站、英国领事馆等等的这些八通关古道啊、台南水道啊什么之类，他们就是用无人机或者是有人手持这个摄影机去全部都绕一圈，然后让科技部的就是高速运算中心，是 SHC， 我们世界前20大的超级电脑去进行运算。那运算完之后，它就有一个 digital twin， 就是它就有一个数位副本、数位分身。那这个就是 digitization， 我们数位转型最基础的基本功，就是不管它本来长什么样子，我就把它扫描到 VR 里面去了。那这个有很多好处，一个是说当然就是它不会失火，没有啦，现在大家不会失火，就是说第一个好处是说它可以变成任何人创作的素材，就是你以前要拍电影的话，你还得搭这个棚子嘛，还得搭很多东西，但你在数位里面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做编辑，你可以去把这个复制很多份，你可以去改变成不同时代的建筑，甚至可以用 AI 学习这个建筑工法之后运用这样子的那个时期的方式去把目前的建筑物做这个后置加工，让所有人看起来都是那个时代感啊。那这些都是现成的技术，也就是你不需要花时间去研发，这些都是现在就已经有了，他们缺的只是个训练机器学习的素材而已，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建立这样子的素材库，那就确保说你即使下次没办法来台湾的朋友，你也可以在我们拍的电影里面，我们做的互动式的游戏里面，互动式游戏当然像这个赤足团队这个返校啊、返院啊，哎，又可以再改编成这个动漫啊、电影啊等等，就它有非常多的运用的可能性。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任何人只要想要再做二次创作、三次创作，他都不用问过谁，他就直接来这边取得当时的这个电影资料、当时的这个模型，他就可以在 remix、在混搭做出一个新的创作。那当然，像我自己就是要来拍我照片的摄影记者，我都会要求他也用这种 CC 授权释出嘛，所以就会变成是像什么什么客委会会做成然后混过台湾啊，或者是很奇怪那种梗图啊，就是因为他不用问过我，他就可以直接去运用啊，或比较说我演讲啊，这个访谈的这个录影，我也是说，哎，我这个抛弃掉这个著作财产权嘛，大家都可以任意利用。本来想法是说只有研究者或者是只有这个新闻记者会去采用，但是后来就发现没有，在日本的嘻哈乐团也会采用，就他把我的声音啊去 sample 啊，就做成他们这个嘻哈的歌曲，然后还放到那个什么 Billboard 什么上面，就变成一则新闻。那然后很多记者都来问我说，哎，这个政委你花了多少时间跟他们去录音室录音啊？然后我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团队。就拿去用了，他就最后告诉我一声而已，也就是说我并没有花任何时间去跟他去创作。那这个就叫做开放式的创新。那我在就是非洲在伊索比亚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个 panel，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推进他们当地的一些饮料啊，像说Rivers， 你这边知道叫南非古老茶吗？但是在其他地方大概不会翻成南非，所以很少人知道，但是那是非洲的这个一个饮料。那他们就在那边集思广益。那我走进去的时候，这应该不是塞好给我看，根本不知道我要来啊。那他们就在跟 Grayson 说，我们到底怎么样做成像日本的寿司或者台湾的珍珠奶茶那么有名啊？那这个表示这个真奶一定是土生寿司平起平坐，至少在伊索比亚人的心目当中。那然后我走进来之后，就跟他说，哎，那你这个我们珍珠奶茶其实重点是什么？就是你不一定要是黑色或白的珍珠嘛，或者用它的。这个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变形，那你也不一定要配哪一种茶，事实上你配南非古老茶也没有人会说你这就不是珍珠奶茶，所以那也不一定要真的配牛奶，你配豆浆也可以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开放式创新，你不需要先去取得谁的同意，那个本店的同意啊，或者是这个吹嘛，就是有商标权或什么，而是就算是非洲人都可以来发扬台湾的珍珠奶茶的精神，那然后去混搭他们在地的这个素材。所以如果在这边有就是玻璃相关的、全部相关的或白兰氏相关的一些素材，你可以用刚刚所讲的，不管是数位模型的方式、互动的素材的方式，甚至梗图的方式去公开的去分享。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用意想不到的形式被混搭成非常潮流的一个艺术作品。那变成这样的作品之后，突然间就一传十，十传百。那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会指名的去问说，这个梗图的来源地到底是哪里？那你就可以说，你要来台湾，或者你在线上透过 VR 来这个造访他们。捐助生活馆或者白兰氏健康博物馆，但总是就是要有梗啊，而且要开放式创新，不去禁止其他人去使用。那有13位朋友们想要问说，企业要如何参与青年人才的培育啊？刚好有问题。
我不想，如果你刚刚的那个数位化的基本功有做到的话，那在数位的优化，然后以及特别是创新的后面这两个步骤都非常适合青年来参与，因为对青年来讲，他不会觉得什么是他已经习惯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做，他会一切都是很不习惯，为什么事情不能用新的方法做？因为我们是所谓习惯人不长嘛，就是你已经很习惯了，就会觉得说事情本来就这样子做就可以如期如职完成，但是比较难想到说，你用新的方法做，但不是如期如职，是优惠啊，是优于这个市场的最基本的这个假设嘛。那像这样子一种比较跳出框框这种做法，确实是你越习惯越看不到所谓当局者迷。那这个时候你就很适合去请青年进来。像我们在行政院，我们有青年咨询委员会，那就大概12个不同的部分，每一个提名了大概2位左右的青年，这个一定是35岁以下哦。那他们就是在那个领域里面有所创建，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做法。那他是我们的 reverse mentor， 就是见习顾问。他一方面担任顾问，告诉我们，和我们的劳动部的那个黄伟强，他就会说，按照他的经验，其实 World Skills 就是全世界类似奥运的那个技职选手的大赛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台湾事实上去年应该是第3名了，就是全世界的团队战绩是非常高的，那绝对比我们在奥运高。那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就是大肆宣扬的事情。但是大家社会的这个关注度不够，那所以他的具体的提案在我们已经准备，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国庆发射游行的时候，台湾英雄的时候，不是只要体育的这个精英品牌选手，也要邀，好比像说汽车喷漆的，那或者是去进行这个花艺的，或者是去进行云端部署的，这些都是真正 World Skills 的比赛项目哦。那这些的精英品牌也应该到我们的国庆游行，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游行，而是他们这样游行，大家认识他们之后，他们可以走进校园，然后实际跟国民教育阶段的朋友一起来改造他们的校舍，那就告诉这些学生说，不是说你选不上这个，就考不上这个就是学术的一般高中才去念技职，而是说技术高中就是你的第一志愿。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跟这些国手们合作改造过你的校园，你知道说技职就是立刻对你的社群已经有用的一个东西。那等到未来可能你需要学管理、学国贸、学什么。再回去大学就可以了。那所以像这样一种新的想法，确实是需要国手来现身说法。那所以他这样子跟劳动部一提，然后劳动部长就跟着他去，应该是抗山嘛，就是去俄罗斯，真的去参加比赛，拍了一支非常赚人热泪的这个纪录片了。不但有群众集资上面获得成功，也在我们院会上面播放。那所以后来就真的就是国庆游行，真的就是请这些技术国手上台，他们也真的能够跟就是学以致用这些国校阶段的朋友们来进行结合，进行校园课程。那这个其实是劳动部可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而且劳动部要说服他们，比如说这里面很容易。那但是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有点天花飞来一笔的这样一个新的方向。那这个方向非常对。那我们这些比较长一辈的朋友们，我们35岁了，那就是去看着这些青年指出的方向，让他们提供向量，我们提供力量，就是我们去用资源去就是 support 去支持这些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青年共创，因为青年指出方向的同时，他们也告诉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比较有资源的老一辈的朋友们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方向更能够充足的达到我们当初想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可以告诉这些青年说，但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单打独斗，你必须要先结合哪些人脉，你要先理解哪些各种不同利害关系方面，这个构想很有可能达成，就是双方都有可以贡献的事情。这样的话，青年共创才可以实现。所以，也许真的可以考虑像我们见习顾问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那有一个18号的这个感觉上不是一个问题，好像只是就是希望我大声讲出来的，所以先讲好了。我希望朋友们想要说，光荣集团全球汽车行业及工业金属零件设计工程和制造的领导者而产，而且这家这个企业有着地球上面最帅的老板，也就是宇皇子董事长。确实也非常帅。好，那我们这个言归正传，希望朋友们想要问说，就认为未来的传统制造业要跟什么样的智慧科技结合才是最有利以及最有发展性的啊？那我想这里有两个可能要跟大家就是讲的事情，一个是说，其实传统制造业是我们想象，所以并不是说你跟智慧科技结合，你说放弃本业，完全不是这样子。
智慧科技的结合，就像刚刚讲的，当你数位化完成，数位优化，所以你制程良率，你所有这些东西做完之后，其实数位科技它最能够帮助你的去帮你找到新的 business model。 也就是说你的本来是制造，可能是比较 2B 的，或即使是 2C 的，是一次性的这样子的交易，它很容易因为数位科技的关系变成就是订阅型的，就是经营长期的关系。我举例好比像说像那个 Nike 他们最近推了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不是买一双球鞋，而是你订阅一双球鞋，那你只要付这个订阅的费用嘛，那你就随时都有球鞋可以穿。那它是运用这个应该是就是类似 3D 列印那样的一体成型的一个方式，你先把你的这个脚的形状量给它，量给它之后，它就按照你的脚的形状，你喜欢的颜色，你喜欢的样式，你喜欢的 style， 就印一双鞋给你。那印了之后呢，你随时觉得哎，这个它的颜色特别流行了，你想要稍微改一下你的鞋款，或者是你的脚的形状，你要随便，因为任何它不问原因，你随时就可以把这双鞋寄回去，寄回去的话才能采购一个，然后再按照你的新的 spec 啊，再印一双，印一双之后它再还给你。那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新的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哎，随着这个材料科学，随着这个数位技术，特别是客制化的技术，就是里面牵涉到 3D 扫描啊等等这些技术，成熟之后，其实你跟顾客的关系就不是说售后服务，而是服务后售啊，就是你先让他信任你这个品牌，然后先愿意提供这样的长期关系的服务，然后你后面的那个，这当然需要非常强大的制造的能力才能够去跟上。那跟上之后呢，哎，随时这个顾客也有他自己的创作，因为你要一个新的鞋款，新的颜色，新的什么，你还是要提供这个 spec 给这个 Nike 啊。那哎，他如果觉得这个顾客创作真的非常好，哎，他可以跟你谈 IP 分润啊，然后他就推出新的鞋款，然后他的量产的鞋款其实就是跟他的顾客可以一起创造出来的。那是我们在软体的这个行业，就是在这个云端布局上面，其实早就已经是这样的。Amazon 为什么这么赚钱，就是因为他先就是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提供大家在云端上面部署任何软体服务。那他怎么赚呢？他就看现在大家最常运用哪一些软体在进行服务，然后他就把这个软体 brand 起来，就好像贴一个牌子的矿泉水一样。那因为你信任这个品牌嘛，那所以就愿意付稍微贵一点的钱，然后来换取这个服务，就是更优质、更终端、更怎么样。所以他就不断去看他的顾客在创作什么，然后去跟他顾客一起创作，然后变成这个价值链就继续往上提升。它提供的就不是任何人可以取代的东西，而是最新的这个创造跟发明。它一直测到之后，马上就把它变成产品线的一部分。那这件事情以前只有在就是云端软体服务业比较容易使用，但是随着这个先进的这个制造科技越来越智慧化，那现在我们在休息等等这些事情上，慢慢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概念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大家去想的一个方向，就是把制造业当做服务业来运用，但是这个还是需要制造业本身的非常强的制造的能力哦。有数位朋友们问说，哎，请问我要如何快速的改善跟二代接班的冲突的事件啊？那非常好一个问题。这个我通常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就是到一个不是这个，不是总部，不是电子商店，就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办公室。对，这是我办公室。那它是263-9号，以前是空运总部，然后现在是社会创新实验公司。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围墙都给拆掉，所以你从进我的话是可以直接看到我的办公室，就完全开放空间。它基本上就是大家在公园旁边有一个公园，这样一个感觉。然后这常常有露天的音乐会啊表演，然后放着这个 vibe， 就是空气中都会弥漫着音乐，然后跟食物的香味啊。那然后这个公共艺术，Public Art， 这个就是写兰尔的作品。那因为我们看世界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数字、文字、抽象结构啊。那但是写兰尔看到世界的时候，看到一张范图，就是它的拓扑啊、它的颜色的流动啊这些。所以他们只要画出他们看到的世界，自动大家就会进入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感受里面。那当时我们在就是跟全台湾所有做这些社会公益的团体一起讨论这个宗教怎么营运的时候，他们就有三个最主要的共识。那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有厨房。一定要厨房。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的这个这种二代接班的冲突啊等等，这个你要怎么消弭这个冲突于无形呢？就是一边做菜给另一边
吃哦，然后邀请另外一边也一起来做菜啊，大家不是这个会炒的有糖吃啊，有菜吃哦，而是会炒的进来一起炒菜吃啊，就是从口部的炒变成火部的炒。就是做社区营造的这些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只要这个都吃过彼此这个煮的食物啊，这个也不会起冲突啊，这个后来发现真的是如此。对，那而且这个长辈嘛，当然这个能够取得的食谱啊是比较多的，所以是有优势。那所以在这个厨房里面，我们就架设了非常多，包含这个直播的设备啊，包含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这个听到一个新的概念，那大家本来听到新的创新的概念，总是预设啊，总是有一点。就好像那个 risk averse， 觉得哎会不会有风险啊，或怎么样？但是因为同时有非常好吃的食物，然后有干燥的这个饮料，然后而且从这个别的场馆就文化部旁边的场馆还会飘来音乐嘛，那你就会自动进入一个就是不明觉厉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虽然你不一定很知道它的细节是怎么样，但是总是觉得它好像蛮厉害的，值得再去了解。那如果每个月这样办一次小聚，就算过了一个月，你已经忘记上次听到这个创新的想法是什么。你至少记得食物很好吃，所以就还是会来哦。那所以就是很容易让人不断的再回来一个设置，是第一个就要厨房。那第二个是说，每天都要开到半夜11点。那这个以政府经营的单位来讲是非常难得的哦，大部分什么7点大概8点就关门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免费提供给任何公益的团体来这边进行，好比像说二代接班，很多的研讨会是在这边啊去进行。那它的结束的时候大概就是7、8点左右，如果各自带开，就是很容易就是年轻人就去吃年轻人那一团，然后长辈就去吃长辈的那一团，那不同的活动也不可能混合在一起。那像我们这边有一个什么书画装裱推广协会啊，他们的成员大概都是70、80岁，好像有90岁的成员啊。但是如果是开到半夜11点，那大家的活动结束之后，就会很自然的 mingle 在一起，就是这个场上有很多这个座位，那当时。这个座位非常的夯，为什么？因为当时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我们这边算是室外，通风条件很好，我们都算桌子跟桌子之间都有1公尺的距离，所以大家都不用戴口罩。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那戴口罩避免到口一分情嘛，所以只有2分情的这个状况。那所以我们就活动结束，大家可以脱口罩，然后在这边，然后去大家互相。就是讨论事情呢，一路就可以到11点。那第三个他们的要求就是说，可以到我每个礼拜三都要来这边。那事实上我每天早上就是从家里走到这边上班，下班也是先回这里再走回家。那所以任何人有新的想法，每个礼拜三从早上10点到晚上都可以直接来这边找我聊。那所以任何人只要找到这个新的东西，或者说无人自驾车，到底要怎么样融入这个建国花市啊，变成大家买菜可以这个。就是菜买花可以往里面放，然后它可以自动跟着你走啊，等等这些题目都可以在旁边像北科大等等朋友的协助之下，一下就变成我们无人载具的一个创新的应用。当然，我们这边学到的东西很快的，就会在新一次的专用道上面，无人公司的人会开始载人了嘛。所以就是说，在这样子一种共同创造的感觉里面，其实没有谁是就是经验非常老道，那看到这种全新的东西、全新的菜色。全新的这个音乐啊，就是每个人都是第一次看到。那只要是大家都在这种第一次看到的这种心情里面，那就比较不会起冲突。所以就是再次看一下，就是第一个要一个就是开放的、通风良好的空间，然后有就是大家一起下厨炒菜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哎，这些新的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要能够触类旁通的，就是到半夜十一点碰到一些很陌生人，那些陌生人也愿意来体验，好像说自驾车啊这样子一些系统。那第三个就是说，哎，这个。决策者，因为这个工程毕竟最后还是我负责嘛。决策者，很定期的，像我是每个礼拜，这个作为副总很容易做到，可能每个月，然后每双周有一个类似盘后，就是任何人只要想到什么，说不定也开一个像 Slido 这样子的软体啊，然后你就就事论事的去说，好，那大家这个想法，现在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行？或者我觉得不可行，那但是为什么不可行？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大家可以学一学那个陈时中指挥官在之前140天每天开启的会的时候，听到在离经叛道的，在奇怪的荒诞的这个问题，他永远是有一个回应的那个态度嘛，就是说啊，你怎么想嘛？你教教我嘛？我们一起来学嘛，什么之类，就他从来不会说这个很荒谬啊。虽然这个有时候真的很荒谬，但是就是后来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有点类似那个皮马龙效应，就是说他如果相信公民社会一定可以提供给他很好的主意的话，到最后他就会学到说，对我们的想法真的是真诚。
指挥中心的政策。那如果他一开始就是说到有罪口呢，您可使由之，不可使之，是什么东西？那当然公民社会就会变少，像什么都不愿意跟他讲。那他选择这个比较这个谦卑的这样一种沟通方式，那当然是就是说我们在防疫上面各种各样的创新，包含什么口罩什么，都可以通过他的方式来增幅。那这种东西本来很容易变成冲突的事件，但是因为他不断的采取他的方式，去定期跟大家沟通，那这些冲突就消弭。有时我也朋友们问说，哎，可不可以对未来时代的产业跟生活啊，一个心中的想法的描述啊，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十年之后的未来，就是2030年啊，我们有一个叫做永续发展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容易解释，就是传统上面我们是有这个经济部门啊，这个负责就是经济的发展。那我们当然有社会部门负责这个照顾弱势、确保平权等等。那当然我们也有公共负责这个维护这个环境，那这个环境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之外，也包含就是大家确保这个创新的环境、工业化啊、基础设施啊等等这一些。那当然在最上面有这个数位的这一层啊，就是促进共同目标的伙伴关系。因为数位科技的特色就是，不管是经济部门、社会部门还是治理的公部门，都可以透过数位技术向彼此给出交代嘛。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三个部门慢慢的就融合在一起。其实本来是从企业部门，它是做企业社会责任，好像有点靠近社会部门。但是现在如果大家是做循环设计，是做这个永续的这个经营的话，其实你在材料上面本来就已经是在做就是负责任的生产消费循环、零废弃、零碳排等等。那你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全循环嘛，事实上是本来是好像是环境保护公部门应该做的事情。那同样的道理，现在很多社会部门它的这个倡议，哎，后来发现，哎，它也可以变成产品或者是服务，就是所谓的社会企业。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那越来越模糊，到最后为什么可以去大家分门别类去做自己最擅长的？我看社会部门不造地图，这个他非常擅长创新，但是创新是这边来。那但是经济部门，好比像说就是 7-11 全家 OK 他可以把这个 scale out 嘛，可以去递送到每个人的面前。那公部门可以提供有效可信赖的这样子一个及时的存量啊等等的这些基本的数位的建设，所以我们大家就各自做各自的。那但是到最后都有共同的价值。所以我想我的这个如果要讲愿景的话，可以是说就是这三个都是永续发展的目标。永续发展目标一共有16项啊，分成17类。那这边就是17.18，就是 enhance availability of reliable data， 就是不管是空气的品质、水的品质，这个到底剩多少片口罩，或者是邮局到底还有多少分配券的服务量能嘛，所有这些都是在大家可以参与的方式之下去确保它的正确性。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上面，你数位化完成了，就是 effective partnership， 就是大家一起来去做数位的优化，能去把这件事情变成更有效的，不是各做各的，好像互相抵消，而是各做各的，但是可以互相加强。那最后就是17.6，所谓台湾 can help， 是我们将做出来的方式，我们是非常开放的。口罩地图，南韩也在使用，我们这个台湾猫的日本也在使用，纽西兰也在使用。我现在这个整天就是一大早起来，然后跟美洲的朋友视讯啊，然后中间跟亚洲的朋友，然后晚上跟非洲的朋友啊，还有欧洲的朋友视讯，所以不断的去宣扬这样的台湾猫的。但是我们都是很开放式的创新，就他们可以自己再去改编啊。我们没有一定说这个珍珠奶茶要哪种茶嘛，那他改编之后，我们自己也学到很多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那种殖民式的，我们还一定要听我们的，如果不听我们的，要什么一个港口割让给我们之类的，这是开放式的。这是开放式的创新，那这也是台湾的一个新的一个国际形象，就是台湾一侧是台湾偏好，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来讲。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好像剩如果还要大合照的话，我可能只能再回答一个快问快答啊，就是我一天睡多久啊？用多少时间学习啊？我每天都要睡到8个小时。那当然，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在睡前都会把隔天需要的判断的那个资料，就是快速的扫过去，那脑里是不发出声音，是不会念出来的，那就好像一个影印机批次影印这样子。就是现在你如果传真机，就是如果还有人在用传真机的话，它是批次全部扫嘛。扫完之后，你纸就可以拿走，然后他慢慢的去把那个透过电话线传真到对方的传真机里面。那所以我也是一样，就是我批次的把所有的资料都看完，然后就睡个8小时。
哎，醒来之后就消化就理解了，就可以看到这些想法就会出现。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利害关系方太多太复杂，那所以呢，我就必须要看完资料之后我就得下班，下班就要睡到9个小时啊，消化掉这些资料啊，最复杂可能要睡到10个小时啊。那所以如果没有什么这个太多要消化资料，通常今天是周末嘛，哎，就可以稍微这个不用上那么久的班，我睡7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就是我睡多久是就是依赖于这个就是后一天我要处理多复杂的事情来做。那我除了睡着的时间之外，都在学习。所以像今天就是看各位提的问题啊，或者是各位希望我业配的项目啊，都是我学习的来源嘛。所以就是我之后就算没有回答到的问题，我也会认真的看过，然后也会把各位的这个贡献啊，再带到我们的这个共同治理的这个系统里面。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谢谢。